怎么样？哎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。好，继续搜查。是。赵秀，女，22岁，银行职员李宋，20岁，迪厅服务员李玲，25岁，推销员周颖，25岁，护士王平，16岁，中学生刘佳，23岁，无职业。这几起强奸杀人案影响非常大，厅里决定刻不容缓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大案组。小欧和小梁不是上午去过现场吗？请你们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，要尽快破案，为民除害。嗯。和前几次一样，先奸后杀，有轻微的搏斗痕迹。嗯，那死亡原因是什么？窒息而死。那有没有什么痕迹有侦查价值呢？没有。真狡猾。杀人不见血，手法相同，连续7次不失手。你们来破这个案呢，我会全力相助。嗯，那这案子我们是破定了。组长，今天你的心情好像很沉重，是不是这几天太累了？嗯，累是累，刚刚破了一个大案，还没来得及陪陪儿子，又接了这么个大案。哎，是啊。哎，以前我们也有过这种事儿，你还给我们打气呢。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是心里闷得慌。对，从心理学角度上讲，强暴对女性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压力。算了吧，这一套别用在我身上，你还是分析分析疑犯吧。哎，组长。嗯，有没有新的发现？你看，死者身份查出来了，赵翔，25岁，以前在飞家公司当过一段时间的模特。嗯，还有什么？组长，我费了半天劲儿才查出这些。哎，还必须对死者的个性、气质、品味、嗜好等等都要了解。哦，那还要调查好人家穿什么衣服了。哎，你说的对，甚至连走路的姿势也要了解。嗯，老林说的对，我们调查也要符合科学依据。既然死者做过时装模特的话，我们不妨从这点入手开展调查。嗯。哎，我爸也是模特呀。你爸是老年模特，人家是少女。嗨，都是模特嘛，怎么着也算一个圈子里的吧。啊，没准啊能摸到更多的线索。既然这样，有道理，你快去找你爸爸，我们去飞侠服装公司看一看。嗯，好。嗯，摆动，大家看我来一遍，看着，看着我来一遍。就这样，在这停下来，看见没有 ？OK， 我们每个人现在再来一遍，好吗？好，跟着我一起。把腰挺起来。前方，好，第三排的人跟上，最后一排的人请注意，不要跟得太紧，好，好，第二排非常好，好，举起腰，所有人注意自己的步子，后面的人跟上，好。
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林老师让我们休息一天。我们马上要参加时装发布会了，到时候电视台的人要到现场直播，所以我们必须排练得非常到位才行。所以说，人们常把模特比作美的化身，所以呀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地追求美，创造美，达到尽善尽美才行。太棒了，李老师，我会把你刚才这番话配上照片，上这一期的杂志封面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你不要只把镜头对着我，多拍拍我们的姑娘吧。好好好，李老师。啊，哟，这不是老魏同志吗？哪阵风把你吹过来了？哎呀，你好啊，你好久没到我们老年队去指导了。我这儿太忙了，等搞完时装发布会以后，我一定去你们那儿。好，李老师，李老师，有点事找你谈谈。啊、哦，哎，你们今天休息吧，啊，好，到那边去谈吧。哎，走。我叫欧燕，我们想了解一下照片上这个女孩子，你认识吗？这不是赵霞吗？他以前啊在我们模特队工作，一个月前辞职了，听说找了一个大老板。哎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已经死了，被人强奸杀害。什么？你能不能把赵霞生前的情况向我们讲讲？嗯，这啊，他的外形条件很好，而且以前在我们模特队算得上是最漂亮的姑娘了。可惜呀、啊，他后来不做模特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过。嗯，就这些吗？我知道的只有这些，其他的我不知道了。谢谢你啊，有没有记下来？嗯。为了不影响模特队的正常活动，我看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以免引起模特们的恐慌。嗯，还有啊。以你在模特队的身份，从其他的方面了解一下赵霞的情况，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，嗯，请和我联系。好，一定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差不多了吧。嗯。喂。好。好。啊，我约了个模特今天来考试。哟，好啊，那总得让我当评委吧。好歹我也是个老模特。好、啊、我们先走了，小心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哦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哎，老林呢？嗯，你说赵霞和前那位受害者有没有什么联系呢？我觉得这七个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靓丽。虽然他们的职业各有不同，有的是学生，有的是模特，有的是服务员，有的是职员，但是他们都长得非常的漂亮，不管是脸型还是身材都非常出色，那就意味着他们拥有共同的美，所以受到了同样的杀害。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被同一个人杀死的？嗯。田莹莹，等一下，你看我走一遍，你看双肩打开。好，看清楚了吗？嗯。你再换一套衣服试一试。好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穿哪件呢？哎，哼，老魏，你看这个姑娘怎么样？不错，
条件还算好。是啊，不错。好，田莹莹就到这儿吧，你被录取了。真的？嗯啊，太好了。田小姐，你天生是一副模特的身材啊，瞧你的长相，你的身材简直无与伦比。我要用我镜头捕捉你瞬间的美，把它变成永恒。来，我再给你拍照。啊，等一下，田小姐，我是时装杂志社的特约摄影师。你就是周摄影师啊？哎，对对对，认识你太好了。哎，田小姐，我想再给你多拍几张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在这儿吧。嗯。好。来来，近点。嗯。嗯。很好。田小姐，你真是太漂亮。很好。好。好。田小姐，我想把你的照片发表在封面上，最起码也是封二封三上。啊，太好了。很好。哎，我想请您共进午餐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你太客气了。哪里啊？谢谢。没什么，走吧。好。啊，我们去哪？你说吧。好，我们就去隔壁那家餐厅吧。好。赵霞的被害并不是孤立的，她和前六位被害女性构成了一个系列强奸杀人案。嗯。破案难度虽然很大，但是连续多次作案不能不留下蛛丝马迹。我想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去找线索。一般来说，系列案件还是有规律可循的。我建议啊，我们调查的范围不要局限在赵霞的身上，还可以扩大到前六位受害人。嗯，对，老林说的对。嗯，没错。立即行动，分头出击。好的。嗯。太齐了啊！谢谢，请吧。那我也谢谢你。吃菜吧。嗯。随意啊。自从出了这个案子啊，搞得人心惶惶的。哦，对了，赵霞妈就在这儿开店呢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先说一声。嗯。哎呀，真可怕呀，听说那个恶魔已经杀了七个人了。你说的对呀，可不是吗？是啊。赵大妈，公安局的欧同志来看看你。你好。看有什么用啊，你们倒是去抓那个畜生啊，整天调查调查的，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才能闭上眼睛啊？赵妈妈，你别难过。你别哭了，人家公安也着急啊，要是不抓住罪犯呢，不知道他还要杀多少人呢。是啊。赵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破案的。那就谢谢你们了。嗯。我和我姐姐一起出来打工的，她每天晚上到歌舞厅去陪跳舞，她想挣点钱进模特学校，可是没有想到被人家害死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姐姐死得那么惨。凶手也太没有人性了，王平还是个16岁的孩子啊，他喜欢唱歌，喜欢跳舞，还代表学校参加中学生健身操大赛。唉，真希望你们能快点抓住凶手啊。好，我们会尽力的。你和赵霞是好朋友吧？嗯，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是从你这儿走的吧？他死得太惨了。哎，人相当精明。对对对，这谁都知道。哎，你看看这个。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吧，这边。嗯，经常同赵霞来往的人，我们都要了解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出事那天有谁找过他？哎，徐总，你跑得那么快干什么？徐总啊，徐总，徐总。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这边请。哦，啊，请吧。请。哎，走吧，他可是一点亏都不吃。莹莹，看镜头，漂亮极了。
文艳，你看这里。啊，美极了。莹莹，看这儿，好，漂亮极了，好。找个人，哦，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没见过。哎，小姐，这个人你们见过吗？没有。哎，小姐是送给我的吗？啊，谁呀？ 啊， 啊，你干什么？你管什么闲事？我喝酒还没花过钱呢。交钱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，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一边去啊！老实点，你滚，多管闲事。阿苗，走走走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回来的比我早啊？坐那边去，坐过去。怎么？谈判啊？我问你，今天你背着我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呀，除了工作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哼，站住！你是自己说呢，还是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呢？这两者后果可是大不一样的。我除了工作以外，确实没瞒着你干别的事儿。哼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你不要用这种审犯人的态度来跟我讲话好不好？我嫁给警察十几年了，我别的没学会，我就学会了这几招。哼，这回呀，派上用场了。说吧。你别装神弄鬼的好不好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。好，既然挑明了，你说，今天下午5:30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今天下午。我去宾馆找一位小姐谈话。谈话内容？了解跟案子有关的情况。是吗？千真万确。哼，既然是了解案情，有必要两个人坐得那么近吗？你跟踪我呀？哼，不打自招了吧？别动。说，这是什么？头发。什么头发？黑头发。还有呢？长的黑头发。谁的？人的。什么人的？女人的。哼，这回案情可就更复杂了。哎呀，老婆，哪有什么案情啊？严肃点，现在开始回答问题，这到底是谁的头发？哎呀，你不是会分析案情吗？来，分析给我看看。也许是风吹下来的，也许是楼上掉下来的，也许嘛……分析不出来了吧？嘿，这叫蛛丝马迹。你快交代吧，你。交代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在你坐在家里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又一个女孩子被强奸，被谋杀了。你懂不懂啊？还头发呢？这头发除了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哼！
星啊，你可真有艳福，算是掉进女人堆里了。哎，阿星啊，你成天守着这些乳房和屁股，难道就没有点想法吗？咱们新哥啊，可是坐怀不乱呐、啊，哈哈，亲亲他的屁股，接着呀，就很过瘾喽。你们说什么呀？我没搞错啊！滚！滚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滚！莲雅，来吧，走吧。抬头，挺胸，好。第二排跟上，好。抬头，第三排，好。不要跟得太紧，好。并合转身，好。好，很好。转身，好。通过这几天的广泛调查，还是很有收获的。我们一共排出了可疑人员58人。要进一步缩小范围，确定主攻方向。这是系列强奸杀人案，很可能是一个人所为。不过，他为什么要找那种身材较好的、头发长的女人下手呢？从心理上来分析，我认为案犯一定跟这一类长相的女性有某种纠葛。再从疑犯作案的这种残忍的程度上来讲，我可以断言，他一定是一个阵发性歇斯底里的变态狂。嗯，这种犯罪啊，属于狂妄性的。既然已经屡屡得手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疑犯还会按他的既定目标去行动，我们一定要加强防范。嗯。好了，5点半了，你也该去小学校了。嗯，是不是小学校有线索？别忘了。今天是星期六啊，该你接孩子了。哎呀，谢谢。长大了不是要做警察吗？嗯，你看别人都跑得那么快，你怎么跑得那么慢呢？我就怕快了看不到妈妈。妈妈会来的，来见菲菲，而且啊第一个来。真的妈妈？嗯，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走吧。妈妈，你今天不工作了？妈妈今天呢、啊、就跟菲菲在一起。哦，来上车吧。哎，坐好了。嗯，哎，走喽。哟，手艺不错嘛，想不到你还能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啊。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。怎么还想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？你猜猜。行了，别卖什么关子了，快让我惊喜一下吧。啊，说呀。你别给我添乱好不好？待会儿告诉你不行吗？好好好好好。今天呢，咱们吃麦当劳。太好了，妈妈知道菲菲最喜欢吃麦当劳了，对不对？嗯、来，哎，吃薯条吧。等会儿，嗯，我一会儿再吃。好，妈妈你先吃吧。你吃吧。好吃吗？嗯，吃吧。妈妈，你吃啊。嗯，妈妈在吃呢。嗯嗯，谢谢啊。好吃吗？嗯，味道不错。哎，范明，嗯，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干什么？闭上嘛。好。嗯，可以睁开了。
哇，易容生辣。嗯。宁副总。去去去，你就用这个来祝贺我啊。那你开口啊，你要什么贺礼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只要你两个字。两个字？我爱你。不对呀，三个字。我只要你范明两个字。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啊，包括名字。你看看，我想要你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。贷款申请300万。哎呀，范明，你平常批了成千上万的贷款，批这点钱算什么？不，不符合规定的贷款，我就是一分钱也不能批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们公司的债务要是没还清，我不敢批贷款。哎呀，范明，我们公司有了这笔贷款，凝滞的资金就能周转开了。一旦解了套，所有的债务贷款全部都能还清。再说我这个副总也不是白当的嘛。那你们公司用什么担保？用我做担保还不行吗？拿我全部的情和爱，拿我一生的幸福做担保。范明，你连我还不相信吗？范明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保证三个月之内把这笔款子还上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嗯，好吧，我考虑一下。嗯，来吧，田小姐，坐吧。啊，谢谢。嘿，小姐。哦，来了。拿菜单来。不好意思，又让你破费了。不用客气了，田小姐，我们都是朋友了。尝尝这个吧。我自己来，我也给你夹一个啊。好，谢谢。夹住了，夹住了！哎呀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别闹了，妈妈输了啊，妈妈输了。菲菲，来，来，睡觉吧，来，快睡觉。你又要抓坏蛋了。妈妈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，你快睡觉，听话。妈妈，我一个人害怕，你不要走嘛。菲菲乖，妈妈有工作要做吗？啊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好好睡觉啊，听话，睡吧。抢救，在什么地方发现的？江边，城东的江边，两个队员发现他还有一点体温，就打了110。哦，来了。大约11点钟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江边撒尿，没想到在发现女尸前还看见了什么？在路上看见一辆出租车，就只有一辆出租车？对，只有出租车，这就奇怪了。
哎，小莲啊，哎，你好，我给你带了一条线索。好啊，来坐，说吧。好，坐吧。昨天晚上孩子睡不着，我带孩子到阳台上去，隐隐约约前面树林里有一个女人叫了一声，我带着孩子不敢去看。在什么地方？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？尸检结果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死亡时间是在12点左右，又是先奸后杀，受害人体内的精液和前七位受害者身上残留的精液相同，可以确定又是同一个案犯。这个恶魔，哎，就是那儿，那边。在哪儿？那边，在那儿啊。对，快，哎，好。哎，阿苗，过来，啊、来了，就这儿。哦。喂，侯爷，我是少平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第一现场。嗯，明白。从第一现场来看，疑犯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的痕迹。由此可见，疑犯是个作案高手，非常狡猾。是啊，这八名受害者职业都不相同，这社交范围也没有交叉点，而且性格气质也都不一样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具有当模特的好身材。还有，他们都是长头发。小姐你好，看清楚点儿，我是小姐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您也是来剪头发的吗？不，染发的，染成黄色的。啊，先生，请这边坐。哎呦，奇怪，这么多人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知道什么？最近啊，城里出了个大色魔，他呀专杀长头发的女孩子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长发的女孩子。那我也剪了吧。你一个男人剪头发干什么？如果有一天让我遇上那个色魔，一刀把我当女孩子宰了，那才冤呢！赶快剪！哎呀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了？公司的时装发布会马上就要举行了，这次的主题是体现古典美，你把头发给剪了，到时候怎么体现呢？李老师，你没听说吗？那个色魔又钻出来了，昨天晚上又害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。啊，那我要是碰上那个色魔，谁负责？那是人命关天呢。那。我也不参加演出了，那么晚回家吓死人了。是啊，哎，你们别走，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们知道昨天晚上被害死的那个女人是谁吗？是谁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就是那个田莹莹。啊！哎，这太可怕了。嗯、哎，不行了，田莹怎么会被杀了？是啊，这个我怎么可怕了？太可怕了！吓死了！哎，听我说，大家先别走，别走！大家不要恐慌，公安局正在抓紧破案。很快就会抓住这个恶魔的，希望大家稳定情绪，协助我们破案。嗯，哎，那个摄影师不在。你最后一次看见田莹莹是几点钟？嗯，是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，我们彩排完，他就跟摄影师走了，然后再没看见他回来。你们说说吧。他来的时间不长。啊。嗯，我们跟他都不太熟悉。哦。对、啊。他还跟他演过出呢。他来了，他跟他比较熟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你跟田莹莹比较熟悉是吗？我和田莹莹是邻居。啊，是吗？是邻居。嗯，昨天下班以后他就没有回家。嗯。大概到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，他母亲还来找过我呢。啊，是晚上10点多钟。对，是晚上10点多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嗯。莹莹也真是的，跟人家认识才没几天就跟人家出去逛，胆子太大了。是吗？他约你出去过吗？没有，约过他。
就约过一次，和他出去跳舞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就再没理他了。就这些吗？嗯。你是这儿的保管员对吗？是的，平时干一点勤杂活。那你跟莫德尔都很熟的了？总看他们训练，就是没跟他们说过话。你知道平时有哪些人跟他们比较接近吗？这个嘛，我不清楚。经常来看他们训练或者来接人的。这个嘛，这样的人很多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哦，阿星啊，你不用害怕，把知道的事情都如实的说出来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嘛，不要有顾虑，好吗？好吧。那昨晚我到大排档去吃宵夜，八点多的时候呢，摄影师和田莹他们来了，他们两个坐了一会儿，没怎么吃，他们后来又去哪儿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摄影师是不是经常来？哦，他是经常来的。他经常来给模特们拍照。我是说那些真人模特，不是假的。假的话，他连看都不看的。李老师让他给这边多拍几张呢。他不拍，还说了一句下流话。说什么？他说这些塑料女人是没有肉感的，这样的话。这么说是有点下流啊。你看摄影师人怎么样？他自己开了个影视，并且摄影技术确实不错，就是人比较好色，成天追逐漂亮的女孩子。只要我们有排练，他就成天泡在这儿。今天请这个女孩吃饭，明天给那个女孩拍照。哦，对了，赵霞原来在模特队的时候就和他好过一阵儿，后来又吹了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听说摄影师太花了，同时和几个女人好，他不想和这种人来往了。哦，对了，赵霞辞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摆脱摄影师的纠缠。那摄影师对你怎么样？他一直在追我，可是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距离。说实在的，我不喜欢这种男人。谁呀？公安局的。啊，公安局的。警察。我没犯事啊。我问你啊，昨天下午4:30你在干什么？昨天下午4:30我去了飞侠公司模特队接着田莹莹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跟他上了夜明山。您请坐。干什么？拍照，我能干什么？后来呢？后来，拍完了照，我们就回城了。想去先去了田园路口大排档吃了东西，可是没吃好，我就和莹莹打车去了阅兵酒家。吃完了饭，我带莹莹到这儿来玩玩。接着说。后来莹莹坐了一会儿，她说要早点回家，就走了。那大概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10点左右吧。说准了，是左还是右？我记不清了。田莹莹是坐车回去的吧？什么车？公汽车还是出租车？也许。准确点。我不知道。你送他走的，居然不知道他坐什么车？我没送他走，他自己跑了。跑？他为什么跑？他，我，九点以后你在干什么？我就在这儿啊。有谁证明？我是个单身汉，自己一个人睡，谁能证明啊？好，我已经替你找好了证人了。有人看见你9:15从这里出去，直到晚上11:00才回来，怎么解释？我没。你去哪儿了？干什么去了？没有什么。希望你能找到证人，证明你这段时间在什么地方，都干了些什么。好好想想吧，想好之后给我打电话。您慢走啊。
我觉得摄影师的嫌疑最大。干我们这行的需要推理，更需要证据。我会找到证据的，我一定要把那个色魔揪出来。你让我来接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想让你去田莹莹家找她父母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这种事儿了，和被害人的家属在一起会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。哎呀，糟了，停车，哎，停车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也不想见田莹莹的父母啊？我忘了菲菲了，她一个人在家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。我想问你件事儿，你有没有想过重新组织一个家庭，找一个支持你理解你的人？谁能理解我们呢？找警察呀。别开玩笑了。我可没有开玩笑，我觉得警察找警察最合适了，谁也不会嫌弃谁，而且能够相互理解。如果夫妻都是警察的话，一忙起来就会更麻烦。哎，靓女，别急嘛，啊！哎，靓女，干什么？交个朋友吗？哎呀，急什么？惹恼了我。哎，靓女，臭小子，走开！靓女啊，请你吃宵夜好吗？你别惹我！哎，靓女，你没听说杀人强奸案吗？什么？我看你就是第九个。